这是我第一摆参加唱台语歌的比赛。这首歌是我的第二首台语歌，是写给我爸爸的歌。伊伫两年前过身啦，伊过身之前，就想要听我唱我家己写的台语歌。啊，不过我台语很烂。唱首比我较艰难，我未瞄着来呢。哦，那你比较厉害。这是我的 partner 福雄。嗨，我叫福雄。我头一摆听到这条歌的时阵，我就足感动的，因为我甲屁啊同款，阮拢是为离开家己的故乡来到台北，为着咱的梦，为着要做音乐。啊，这条歌真正是唱着我的心声。我头一摆听到的时阵，就目屎流甲，不知道怎么形容了。你很浮夸，是真的哭爆。好，那今天希望可以用自己的台语写一首歌送给我爸爸。这首歌叫做《成功的人》，谢谢。你吃饱未？甘过咧无闲工课？我常常伫无聊的下晡接到你的电话，啊，未出头天，这是面子。
要做一个成功的人。多谢，掌声欢迎 Pia。